哦，各位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今天是礼拜天，那稍待我们会针对未来一周，该怎么做部件以及观察。那最主要，各位先看着画面上这张表格，这张表格是一直到礼拜五收盘，台北股市的 K，我们讲日 K 线图，在上个礼拜。我们针对台股，我们是设定我们的底线啦，就是说，不管我们看的评估的再怎么对或错啦，有没有道理，那是一回事哦。但是我们面对证券市场，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后的底线来协助咱家己哦。所以台北股市，我们从17,254点，目前要调到17,373点，也就是因为。我按个静音，也就是未来一周，特别到礼拜三，台股的底线大盘不能破17,373点。那么稍待我会逐一帮各位做个报告跟说明。那加上这里哈，先跟各位提一下好不好？因为最近就最近这几个礼拜了，那因为公司的服务人员一直向我反映。啊，所以我本来不想提啊，但因为服务人员说不行啊，这个还是要讲，所以我跟各位做个报告好不好？第一个，有很多朋友，在不管在你在一些通讯软体或在网络上，那有很多非法的业者，那会招揽大家。那上面可能会用我的人像啊，就是你不要看相片哦，你要看账号。那他可能会通知你很多奇奇怪怪的股票，好，这个为了你好，我还是要跟你讲。那可能他又会跟你收一笔费用，那跟各位做个报告哈，因为我是在固德证券投顾服务，我们公司或我个人，我们都接受金管会，包括金检局，他们固定都会来查核。包括所出具的每一个研究报告资料，那所以呢，请各位务必要参加合法的金融机构，跟各位提一下，那我们是固德投顾，如果是不孝的业者，各位记住哈，他一定会要你汇款，汇到他一些私人账号，那因为我们公司是固德证券。所以呢，针对我们的会员，我们的服，那么我们主要就是我们的抬头就是固德证券投资顾问公司。我个人只有一个账号，我没有第二个账号，我肖用名哈，我只有一个账号。我的账号的名称跟各位提一下哦，叫做小老鼠 GOOD，GOOD 就 good，对不对？对，你讲哇啦，爽够有啦。因为我们公司成立，固德成立是一家成立三十几年了。那么我们公司他们当初啦，你要回顾到啥归你讲啦、啊？固德就是 good 啦，你要知道真的，我们叫 good consultant，固德投顾嘛，他就叫 good，对，good 71178。就是奇迹一起发，当然我们要大家一起发，不能只发一个人呐、啊。OK 哈，所以我只有这一个账号，没有第二个啦。那还是一样跟各位哈提醒哈，不管你是参加我或参加其他我们同行的业者，当然你遇到有困扰，那你寻求一个专业的服务，这是应该的。不管是我或其他的业者，别的公司都一样，那要记住哈，一定要合法的。那你如果参加某某公司，一定是参加，你汇款一定汇到那一家公司，一定是有金管字号的，还有这证号的。你爱如果是非法的哈，你家己爱说伊好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今天今天我们在最后好不好？在最后，今天我们加一个单元哈，加一个单元，我会简单针对昨天。所谓的软体的教学做个补充，在最尾巴。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我每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我们周一到周日嘛，那我会在礼拜六单日，就礼拜六，我会做软体的教学。这个软体是从前
像我参加我会员，那购买我们所提供的软体啦，安尼 OK 吧哈？那因为我现在已经我们暂停招揽棋子会员，因为我做不起，所以要先给大家讲解，不是我不愿意做，实在是我真做不起，我太多事情做不完了。所以跟各位提一下哈，那因为我们的会员朋友他使用我提供的软体，所以我们做软体教学是针对我提供的软体。那各位可能你自己在外面购买的，或你用券商提供给你的，不赶快你会找不到，好不好？跟大家做个统一说明哦。稍待，我们今天还是会针对鸿海跟各位做个简报，因为这里预计呢九月份、十月份这里低价极端股都会有机会做一波的很强劲的表态，所以呢，既然整个集团股都要动，所以集团的主帅我们还是要大约知道一下，那我们叫话都做出判断，好不好？所以今天我稍待我会针对鸿海的部分，我们先我先把礼拜五几个重点跟各位提一下哈。第一个，针对下个礼拜未来一周我的看法，加权指数应该要涨两个百分点。你说要涨两个百分点，对，各位先静静看着这张图，这张图表上面，你说哇，这谁看得懂，对不对？会啦，你只要看两个，其他的就不用看了，其他只要大约知道就可以了。好，上面分别是加权指数、道琼工业指数、纳斯达克、费半、德国股市、日经指数以及上证，就是说最主要的几个地区。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比对？从去年的12月23号，那一直看到这个礼拜的礼拜五，就是刚结束的礼拜五。 OK 齁，那为什么是14134？因为这个起涨点从14134涨到这个高点，它是17709，再从17709就大跌，跌到这个点15159，15159是不是涨到18034？好，18034你一定要记住，18034的回档，它改变了，它出现最大的改变就是台股跟费半，真的真的。为什么？因为18034这次的回档，我们讲，我们猜测了，阴谋论了，应该是大摩。对，这一波的回档应该是大摩。可是大摩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已经没有在看空台股了，就是比较中性的评价，就是对。所以你要看最保守的报告，应该先看大摩，因为只有大摩比较保守了。好，我们来看，从18034跌到16248，再从16248，这一次是不是 V 型反转，单脚反转？好，一直走到礼拜五嘛，好，到这里都没有问题，对不对？好，我画了四个黄色的圆圈，为什么画这四个？第一个，你只要看绿色的跟台股就可以了。好，从14134开始，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商品放在同一个点，我们做特定比对嘛。好，这个比对一直到这里，费半一度有一天它的涨幅超越加权，多久？就几刚超越之后，接下来就没有了。好，一直来到农历年，因为我们2月5号进农历年，2月17台股新春开红盘，没有错吧？好，在农历年期间，好，费半又不小心一天两天两天涨幅超越加权指数，两天而已。好，紧接而来到四月了，1、2、3、5、3天，但是在正常情况，台股都是整个主要地区里面涨幅都是第一名，这三个点就是费半偶尔不小心超越台股，就这样子。紧接而来，在这个区块，这个大这个黄色这里，一直到现在，到现在哦，台股的涨幅排行，它现在不是第一名，它现在还是落后费半。好，落后多少？两个百分点。
看谁？哎，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哎，对不起，我们来看哦，这次是这次的低点，这一次的低点是不是从18034跌到16248，这样一路上来嘛 ？OK， 好、哦，一样嘛，加权、道琼、纳斯达克、费半、德国股市、日经上证嘛。好，那么最明显的黑色的这个是加权指数，黑色的，深灰色的，这个是日经，这个、是日经，你看怎么会变日经？好，大概跟各位报告一下、哦、第一个，因为日经你要回过头来看这张，这个是日经，你说怎么差那么多？对，因为你比对的基准点不同，你最后所以比对到最后你要做交叉比对。那日经指数涨最主要这个急涨，为什么这一波段日经走势这么差，跟上证一样？最主要就是因为日本的首相那他不寻求连任嘛，那这里要推出新的首相，所以造成在七八月份这两个月日股表现在全球主要地区里面比较差的。那这里因为已经确定了他不连任了，然后日经呢就涨势比较明显，所以我们的看法里面台股在未来就是在这个月份、啊、应该在这一个礼拜、啊、有能力补涨2%，但是我们还是要做把自己的底线设定好。怎么去设定我们的底线？我们从这里开始做观察。各位请看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到现在为止加权股价指数的日 K 线图。台股到礼拜五周五收在17516点。从过去的案例我们可以找到对我们来讲针对未来可以做出正确的评价，那把失败降到最低去获取最大的成功性。但是你要一定要比对啊，你要把一个正，就好像我们在写论文报告一样，你一定要有很多的论述，那做各式各样的交叉比对完，最后你才可以得到一个成功的方程式啊。所以我们来看哦，我们先从左侧这边哦，这里是不是16419？不是，这里也是15943嘛，是不是往上涨？一个回撤嘛，回撤往上涨，涨到17311嘛，是不是再往下跌？往下跌再涨嘛，没有错吧？好，记住哦，台股它一直不只是台北股市。不管是国际股市或台股或许多全职类股，它其实都一样，它一直以来都有一个非常标准的波动模型。你说有那这个波动模型我们只要很小心去把每个过程你去计算它，把它抓出来，你在未来你就会很轻松。好，我们从台股开始，大盘开始看，它从16419涨到17311，这个419是最低点，最高点这个419一路上来涨到最高是311，好，311往下跌，跌到多少？跌到这一根下影线的最低点。好，这个最低点在发生之前不重要，你就不重要，关键在于16865，拍谁？也就是台股在下跌过程里面，它会来守16865。他如果不来守16865，那个这个17311就特，他就已经告诉你我就是最高点了。你说真的吗？真的，如果不守865 ,17311 再来就看不到18034了。好，这个下来这个长长的下影线，这个暴跌他有没有再往上大幅度拉升？有，他是不是一定要守865？这个865怎么来的？我们把这个上涨波段，有人买就有人卖，这个就叫交易量。大家看法一致就没有交易量，看法不同产生分歧点，看法差异性越大交易量就会越增，这是一定的。好，所以16419到17311，那肯定许多朋友在卖，许多朋友在买，不管买跟卖它的成本都在同一个点，叫16865，也就是16419加17311，你就得出你的底线一般六千八百六十五点，它不可以破16865，不破16865我们叫回升。
守不住16865叫反弹，那它的差异在哪里？回升肯定会再有新高点，会创新高，反弹会破前低，所以这个16865守不住就一定会跌破419，守得住高点绝对过17311，这样 OK 啊，不就简单的嘛，所以你就继续看，我们 把它其实不止这一段啦，你截任何一段都可以，你说真的吗？真的。好，16419 17311这个回档它是不是一定要守865，对不对？它有没有守865？绝对有嘛，然后就一路涨。那请问这个上涨过程守住6865叫做回升，守不住865叫反弹，反弹会破底，破什么？破419，回升呢会过311。那请问有没有过311？过啦。好，那这个过了311之后，最高来到417，那接下来是不是又往下跌？它有没有往下跌？它绝对有。那请问这个跌它要守哪里？要守170，哇，又打错字了。哦，对了，17096，它要守17096。那守不住096呢？那就会跌破775。守得住096呢？台北股市一定会再过417。到这里没有问题吧？好，那我怎么是知道是096？因为17311这个回档的最低是在775，接下来已发生的最高点叫417，所以呢775跟417一定是096，那紧接而来它是不是一路就往上涨？好，那接下来你说这里好像有一个头部，对不对？好，我们就看，你就看这个最高点，这个最高点是不是在18034？那就比较就很简单啦、啊、好，18034创新高，我们预期台股有能力再创新高，但是它可以再创新高，但是它不可以低，守不住815啊！你守不住815，你怎么会创新高？你815够不掉，你是要创新高突破18034，你不可能的、哦、所以这个815我们怎么算的？这就是我们的底线。那你台北股市我们再准、哦、有很多朋友你说哇，过去高看跨股票很好、哦、那你的能力强，但是再强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吧，哪有那个百分之百的？所以凡事我们要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没问题，我们就乐观到底，你说真的吗？真的，就冲到底。可是这个底线如果不如我们的预期，该减码、该保守、该小心，就是要这么做，好不好？好，所以我们来看、哦台股从18030的回档，你第一道一定要去守815，守不住815就不能太乐观，你说真的吗？真的。好，那为什么是815？好，你往前看，最高是不是18034？那最低呢？啊，17597啊。所以守不住5985呢，啊，就掉去啊，就一定会破597嘛。好，所以我们很快哈、哦，就上到893。893这一次的高点是不是643？没有错了啊，从643到248嘛。好，我们来看。为什么它可以连跌九个交易日嘛？这个也是了不起嘛，对不对？那你不能，这很正常啊。股票可以连涨十天，那指数也可以连跌九天、啊、我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奇怪、哦、那它的关键在268，它一定要守268。我又打17268，对，这个268守不住会破893。好，最低在893，最高在17643，务必要守268，守不住会破前低。反弹主破底，回升涨势起，这边叫回升，这个修正，这个叫反弹，这个叫反弹。好，所以要破893。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看、哦、我们在上个礼拜是在17254，对不对？可是因为产生新的高点，不是，那254是当时的大盘的最高点，可是台股到礼拜五是不是又有新高产生了？一旦有新高，你要用新的高点来算、啊、你不能停在过去的高点、啊、好，新的高点是不是来到17540？那个各位朋友哈，你的问题，我直播完或我陆续答复你哈。来，这个在540。好，所以我们往前看，往前看，最高540，最低是不是这个207？好，未来一周，这里到礼拜三。我们对台股我们的底线17373点，17373够一条，那代表你们欢乐代表高期，这里到周三还是一路涨，守不住373那就要小心，
该适度减码就要减码，啊，最起码就不能再一直乱买股票，好不好？就是凡事把自己的底线画好，我认为呢，针对未来你就会比较轻松。好，回过头来，因为预期市场在未来一周，整个集团股都有机会出现比较正向的涨势，所以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先看这一档，蓝色的啊，蓝色的，对，蓝色的。这一档蓝色的，这一档是我们的会员持股，因为会员持股，红联电呢，嘛是会员持股，系统呢，嘛是会员持股，合金呢，啊，对啊，就会员持股啊。我就直接告诉你，我现在先跟你讲这个蓝色的，好不好？这个好，这是低价鸿海集团股。鸿海集团低价股就这个蓝的啦，我现在是各位会员哈，听嘞，这全部都是会员股票了，这四档啊，就合金系统，这是鸿海的低价集团股，以及这一档联电嘛，就是四支嘛，啊，对不对？啊，利用电动车呢，啊，我们短期先暂时电动车会进场，但是暂时还没有要进场，暂时没有，不。有句话这么讲哦，就是哪里有水到哪里洗涨嘛。那这个波段整个集团在动嘛，不管是我们看到从台积电到联电嘛，到接下来不排除鸿海，这些都会陆续都会动嘛。那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力量放到涨幅比较明显的这个族群上面？那电动车当然绝对是主流中的主流，但是不可能一直买啦，你不可以说我买10支股票20支股票，这样怎么会交代你，对不？我们整体上股票会员我会控制在5档，好不好？那有新的标的我会先跟会员做报告，不管是清代会员、特别会员或股票会员，该换股的我会通知你。那你可以报的这一档蓝色的，你卖产品，你不要出，这有的涨，这会很里面出的哈。好，在这个区块，那这个蓝色的门罩，安尼 OK 不？那来看一下鸿海哦。第一个，我们先看这个报告。好，这个报告呢，它针对鸿海，这是2317的鸿海，我们直接看重点就好。他说鸿海还要涨45%啦，啊，目标价在162啦。所以呢，我没有说162，我是说我把现在有上个礼拜有出报告的这些特定的外资，我给你报告，然后让他去了解，有看110的，也有看168的，五块差70块，有那个目标价110，有目标价168都有，差了多少？就差这么远呢？你说2317啊，鸿海这么112，目标价110啊，这已经超过目标价了啊，不就要出光了？那目标价168，那根本还没到，这里是不是要买进加码？对，那请问你看哪个外资报告？所以我是跟你分享，好，比方说你看到上个礼拜，目前大致上大部分落在145左右，145到168不等都有，那我们怎么去看？好，来。我认为看大摩的最标准，好不好？因为大摩对台股最保守，因为最保守不代表他一定会最准，可是最起码因为保守适合提供给我们的投资人，那赖展亚公他是怎么估的，他的看法，那鸿海怎么看都168块168，对啊，168啊，一共，但是哦，鸿海主要啦，大多头哦，看235啦，这么好，我礼拜一买进，你不要买，我没有叫你买。那但是呢，万一空头来了，会跌到71啦，哎，三倍，来，这是他的报告，这个字是我补上去的，我针对他的内容，我帮你补上去的 ，OK， 好，一共哦，今嘛几家啦？112109110这里嘛，他说鸿海哦，我们未来一年看168，但是鸿海有可能涨到235，
可是不排除会跌到71，也就是说他给鸿海的目标是在鸿海的7倍本益比到24倍本益比。有哈啊，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他现在不是给24倍跟7倍，他给17倍。他为什么给17倍？他认为是可以买鸿海。为什么呢？他认为鸿海现在低估。如果从现在看2023年鸿海的获利能力，目前的股价本益比大概只有8倍。只有8倍，对啊，那鸿海8倍当然是做买进啊，对不对？为什么？好，我们先看哦。他的讲法就是说，鸿海这一次哦，针对电动车，他内部鸿海一定会定目标，他针对个别企业每一年都要定目标，哎，真的，他都要定目标，没有达成的那个我会被骂翻了。好，鸿海的目标是这样子，他说因为预计哦，2025年全球电动车的产值是300亿美金哦，不是台币，300亿美元就是9000亿台币呢，高千亿台币呢。就2025年那一年，平均产值应该落在300亿美元。鸿海的目标是在这300亿里面分一块5%，5%啦。这5%呢，在电动车的零组件部分，它要占40%。那么它这个5%，它怎么去卡位这个5%？它内部设定它的毛利10%。不高哦，毛利10%，盈利大概就只剩4%、6%哦，没有很过分哦，其实 是很保守在评估哦。所以第一个，鸿海最主要两大电动车的制造组装厂，一个是在美国，一个是在泰国。好，在美国跟泰国，现在预计在2023年哦，这是25年他预估全世界。但是针对他自己本身，他预计2023年很快哦，他在美国市场要能够制造生产15辆，占够万台。泰国的部分跟美国差不多，但是要比美国多一点，预计会落在15到20台。那加上大家所熟知的这次并购万宏的6寸厂，在功率 IC还有车用 IC 上面，预计明年爱做20亿。他现在下的命令就是你要给我交出20亿的营收。你说真的真的、啊、真的、啊？那这个部分在2025年哦，嚯、哦，就恐怖了，三年呢，要从20亿要冲到500亿，这是鸿海。你说真的吗？所以这样讲，鸿海富士康3.0嘛，那个真的是。那个至今严谨的，所以鸿海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标的。就大摩呢，针对台股看法是比较保守，但针对鸿海，哎，他倒看得蛮乐观的。好，那我们来看大摩针对鸿海的目标价给到168块，这个168块怎么来的？好，我大概讲给大家听哈。鸿海去年，我讲是不是我估的，是大摩的估法，我讲给你听了。2020年鸿海每股盈余是7.83块，用今天的股价，我们去回顾，对吧？2020因为已经结束了嘛，2020年平均本用7.83块，用今天的股价来看是12.5倍本益比。OK， 今天他预计2021年鸿海今年 EPS 是9.75块。好。用109块来算，股价盈余9.75，好，109的本益比是11.2倍。再来，明年预计有能力鸿海成长到11.13，用109元来算，今天的股价鸿海的本益比剩9.2倍，因为鸿海富士康这个电动车的。对整个鸿海集团的助力会在2023年开始出现爆炸性 的资源，所以23年看到13.28块，用今天的股价109块来看，鸿海的本益比低到只剩8.2倍，
所以这不是短线的，就是针对大摩在长线的中长线的布局的看法里面，他认为股价有被低估。依照目前的看法，你说现在11倍，那对，那是你的计算。他们的看法是针对一家企业未来的成长性，用现在跟未来做评价。他认为没有错，看今年的获利是 11.2 倍，可是如果看2023年哦，只剩 8.2 倍，所以当然是可以站在长线的规划，是可以做布局的。所以让大家大概知道这些外资目前对鸿海的看法。那紧接而来，这里是两档股票，我恭喜拜不一样的股票。先讲第一档，第一档是这一档，是我们现在的会现在观众记骂，又按错了，怎么不见了？喂，哦，这里这个蓝色的，各位亲爱的会员，这个蓝色的是我们的股票。红色的也是，绿色的也是，橘子色的也是哈。我先跟你讲，这个蓝色的你不要出，你摸出一打钢铁，它每天都涨，它唯一没有涨的就是只有礼拜五没有涨，好不好？就这么简单，好不好？礼拜五没有涨也是误会一场，你说对吗？对啦。就我有个朋友，我们有个清代会员。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因为他的做法，所以造成这支股票为什么人家不知道，以为是散户进来，所以这支股票拜五为什么没去，他本来是每天去，他礼拜五没涨，他是每天涨，这是我们这个蓝色的，你自己看嘛，这是我们的股票每天涨，就是我们有一个清代会员一三八五八六八五百走，你知道好，所以大家搞不清楚啊，搞不清楚，以为是好。我现在我不予置评哈，反正这一档个股会大涨，那你就抱着。真的该走，我会通知大家走。好，这些所每一档股票都一样。你放平上，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这个，我跟你分享这一档新的标的。来，哎，我的图怎么是这一张图嘞？哇，少了一张图啊！好吧，抱歉，那就少一张。来，各位看这家哈，各位静静的看哦。这档股票，明天开始我们会要做进场，好不好？那不管是清代会员，拜托你买少一点啊，特别会员也不要买太多哦，因为它是低价股。这是一档低价股，它不是高价股，高价股我都看不见，它是因为是低价股，低价股我怕大家买太多、哦、第一个就反正我们 有我们的标的会陆续，我们主要的个股、是配合搭配都是法人、啊、你放心、哦、我们没有那种奇奇怪怪那种股票啦，所以各位可以尽可放心、这是一档低价积极成长的标的股，然后法人圈我没有估错的话，这个月会陆续再出新的评价报告，会给予非常正向的目标预计。你说那你明礼拜一开始买不用急的，我要从礼拜一买到礼拜五。真的吗？真的啦，我们合金不就这么买的，不是每天都买，连续买了三个礼拜，我有讲错吗？我们合金连续买三礼拜，每天买，几乎每天买呢。你要讲十五个交易日，大概只有一天吧，一天没有买，其他每天都买进来，每天都买，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打刚买。好，因为明天在礼拜一嘛，那就陆陆续续，礼拜一买，礼拜二买，礼拜三买，礼拜四买，礼拜五买，就给他买到礼拜五。要真的吗？真的，就每天买哈，放轻松，放轻松。因为我礼拜一忘记买，那就礼拜二再买，有什么关系？还是怕什么啦？就怕股票不涨，股票会涨。我请问各位哈，举例啦，五月到七月，这是不是一个上涨？啊，你哪里买有什么不一样？啊，只要会涨，每天都可以做买进啊，对不对？我都惊讲我买落去，这支股票无要起呢。啊，若逐天拢会起，啊，就逐天甲买啊，啊，唔得好啊。OK， 各位你就照着做，放轻松。
至于清代会员的部分，你放轻松，你慢慢来，因为我有一个清代会员，他的数量都给我做很大，你做那么大，你要先讲清楚，你没有讲清楚，然后你的做法又跟我们之前讲的该买你跑去卖，该卖你跑去买，我说不知道要怎么处理，你知道吗？哦，要照规定来啦，你要照规矩来，但凡事都照规矩来，你没有照规矩来，就整个就乱掉了，就不知道哎怎么变这样子。好，所以还是跟各位做报告，那这档股票未来下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都会推荐我们的会员，各位会员，要做进场，也欢迎所有网络上的好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操作，可以联络我们的服务人员，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单元就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是要针对我们的手机版的会员做软体教学，那没有操作台子期的，或者是你不是手机版的，你就可以休息的，好不好？祝所有的好朋友未来的每一天身体健康，操作顺利，谢谢你，好，拜拜。那至于手机版的蛋姐，你先不要切掉，来，我们继续，我现在把我们现在回来看台子期。好，画面上你所看的是日线，对不对？我们手机版，因为手机跟电脑不一样，手机的功能它受限，它没有办法像电脑的运算能力有那么强，所以我们手机版没有办法说看一分钟、七分钟、四分钟，它也不法多。我们手机版就是五分、十分，然后十五、二十、三十、六十日线、周线是这样子排列的，我们主要一个叫五分钟，一个叫十分。我们先看标准，我们的标准是十分 PSY。好，各位先看哦。你 先用眼睛看这个画面，那你看着它告诉我会不会怎么做都赢，我再把它缩小，会不会怎么做都赢，我再把它缩小，会不会怎么做都赢，我再把它缩小，赢了吗？一定赢啦，没可能输啦，怎么可能输？你唯一会抱怨的只有一个啦，你说哪一个？不是每天都能做啦，对不对？好，各位你静静看着它哦。台股这一次我眼睛看到了，九月台指期是从16145涨到17553，它是一路涨哦。那你有做空？有啊，怎么会没有做空？正51 2 3 4 5嘛，对不对？因为可是我们不是做这一个，你先听我讲完。你先听我讲完，这是十分钟 PSY 台指09，再来05分，好，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不是刚刚是台指09的十分？你这样把这款就是什么？台指09的五分，你就算啊，算它出现的频率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遍。为8月25，该起码十遍。8月25，好，我们再看十分钟的。8月25，一、二、三、四、五、六，几次？六次。不是，你要去算，你要给他省。如果我用十分 PSY 只操作台指09，没有夜盘哦，我只做09这个商品，我用十分去中期去做，从8月25一直抵到今天，总共我能够做的一、二、三、四、五、六，我只有出手六次，不对吧？就都赢了，这个是赢得少而已啊，这个也不会输啊，这个一定赢嘛，啊，这个肯定也赢嘛，啊，这个赢得少，啊，这个绝对赢，这个没有赢，
啊，这个也赢，啊，这个买呀，啊，这个也赢，啊，你就打比赢，啊，你就讲啊，就做伤少嘛，好，所以咱就扣你嘛，那我是不是加做个五分钟的？加做个五分钟，你听好没？多做一个五分钟，对呀，啊，五分钟是不是一定比十分钟来得快？再来，再回来五分钟 ，M， 啊，这不就五分呢？一出现的频率是不是就高了？是不是就高了？好，这相对的哦，这是台指09。好，第一个，我们回过头来，你要操作第一个做五分钟，我们的标准台指09是五分，那你标准哦，你做台指09做五分钟 PSI。你说那万一十分钟的出现了呢？那你也做啊，你为什么不做？我本来刚做五分嘛，啊，假设十分出现呢，我嘛走。所以你的交易频率是不是可以增加的？这叫一嘛。好，这是一般的，我只在每天早上的8:45到1:45你就结束了，你就都不做了。这一种做法做台指09，另外一种。台指09加，好，这就是我们的标准。好，我先按哦。画面上你所看到的是台指09加，好，这个是五分钟，我不建议。哦不，我讲不建议哈。如果是做09加，加的是早盘加夜盘。假设你是手机版做，台指夜盘的。夜盘不是只做晚上嘛，早上8:45你也是做那个夜盘嘛，对不对？好，我们的建议是做十分钟，做十分钟，卖做五分呢？为什么？不赶快哦，因为你在点的时候，你要点不同的地方哦。但是卖点不赶收窄，我念一次给你听哦。PSI，对不对？我要看我有没有看到。交易的 PSY 对不对？好，我现在点它。1、2、3，有没有一个台股09，然后一个是夜台09，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虽然在早上的8:45到1:45，它的报价8:45跟1:45，这两个报价会一模一样。台股09，夜台09 ，OK 哈，我现在示范一次给你，我点一次给你看哦。这是台股09的十分 PSI， 好，你赢不？你绝对赢啦，你就每天赢。各位亲爱的，我讲我没有。东西在你的手上，我没有夸张，我讲我肖玉明负责，我对全所有看到我们这个单元的朋友负责。你自己看，你是没拿输，你有找到那种怎么？你很多人会觉得不可能，问题是不可能的事，它每天都在发生。你要我怎么讲？我有什么办法？我再讲，人家又要骂我。为什么？因为你怎么做都赢。那讲这种话，很多朋友会听不下去，又闹扣连东阳。所以我现在连讲我都不想讲了。来，你自己用眼睛看会不会赢？这怎么输？一个正50 17553，一个负50 17266。来，17266负50，请问你17266做多还是放空？17266不是做多，那你做多从17266涨到17553，起250点，安尼这笔多单是会输完呀，我不管你赢20点啦，吼，可以去250点了，你再怎么差也赢个30点吧。他涨250，你不可能赢不到30啊。好，17553，好，那你看得上输还是赢？你说，哎，不一定，什么不一定？拜托你看一下 PSY 有没有正50？有，有没有回到零轴？有，啊，你输完呀。我跟你讲，你就安怎做安怎赢。好。夜台09，我现在点一次给你看。
做不到，没做到，没搞嘛，没有嘛，这是液态09，各位你就自己把你自己把它点出来。OK 齁，好，再讲一遍哦，回来这里，这是台子09加台子09，你可以做5分的，也可以做10分的。你就不就容易紧张的朋友，你是做10分的，就是非常紧高紧张的朋友，你做台子09 10分，就做这个就好，其他不要做了。你出每个礼拜，你只会抱怨一件事情，就是我能够出手的机会频率会比较低，你没办法一直出现让你进出。你要增加频率的，你是台子09做5分钟，这样这没问题。但是我们来说我们的标准版，我们的标准版不是台子09，台子09对我们叫做加分，就是 我已经做到 PSY 我很高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增加我的操作，我09的也做，我09加也做。好，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正统的标准，那你正统标准手机版就只做一个09加10分钟，这是标准版。好，就是这个你现在已经看到的，也就是说你应该在加半康啊，你跟我说加半康输完了啦，加半康来的输我也无能为力了啦，没有错吧。好，这9月2号的这笔嘛，好，这一笔做多加好了，加17407啊，做多起价17118点，这样输完呀，做多你很棒看啊，做多啊，这两个我都输啊，我也没法多啊。好，再来这里大概在17270这里做多，270做多，它涨到386，涨了超过110点，加半空落200点，加做多起100，加做多起100，加做多输完呀，这里啊，加半空输完呀，17553啊，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每笔都对？我 不收，我没有要卖这个软体，我也没有要再收这个会员。OK， 因为我不想去跟那些人做解释，你知道吗？我没欠啦，我真的不，我没欠，我没欠，我没那么欠，我就卖走就好啊，不要，我不要再招揽那些业务了啦。所以各位指数会员，现在就只有你们有在做，因为没有新会员，我没有在收新会员，你们都应该有一定的，都应该很会做了，我相信你们都赢了非常多了，这几年下来啊，你就继续这样走就好了，好不好？哎，给你，我们的标准就只有一个，就像你眼睛看到的09加，就是台子期早盘加夜盘叫加。你要你说那我要增加我的频率的，那可以，你就做台子09，怎么做？5分的也做，10分的也做。什么叫5分的？这个是10分嘛，它是不是09后面没有一个加，这10分呢？这5分呢？这5分，那你5分也做，10分也做，你不怎么做怎么赢。3年半了，不管你使用我们 PSY 多久了，第一个我们现在没有再招揽新的指数期指会员了，所以我也没有再推 PSY 了，我都停了，已经停一段期间了。哦，因为我没有，我无法度每天跟各位做台子期的教学，我没有办法跟你做教学，我叫你来参加会员，跟你收这个费用，费用，我感觉我不能做这种事了。我直接跟你讲就这样子了，我不缺那个钱，我不用，我不欠，我不需要去修啊，安尼我不要了。好，所以你就照着做，你怎么做一定赢啊？这三年半下来，我们观察三年半呢，每一个月，我将恭喜每一个月，你去统计每一个月，把它抓出来，把过去的每一个月，可以吗？可以啊，你把每一个月抓出来去看它的成功率，每一个月哦，正50空，零轴平仓，
父慈多，临走平昌。请问一整个月下来三年半，有没有成功率每个月达到 90%？ 90% 就是你出手十本要高本的啊，这个成功率你又要跟我要求，我也做不到，我真的跟你讲真话，我没无能为力的啦，你已经有够厉害的，好不好？所以感谢你哈，这个部分你就继续维持下去。那因为最后哈，指数会员哈，明仔载开，我明仔载买个，你讲一支股票，你讲我做指数的，你去买一张啊真的，这个一张也才20000多块。你一口保证金都要100000多了，对不对？你总有能力买个一张吧，你就去买一张吧，啊，就有参与感了。你要慢，不要只做指数啦，股票我觉得不用这样子，指数真的要盯着看，蛮辛苦的哈。这一档，我们礼拜一、二、三、四、五，未来一周，我会建议我们的股票会员进场的这支，会礼拜一买到礼拜五。你是指数会员的，我明天也会通知你们，好不好？一样这一档股票，那你可以买个一张。祝所有好朋友未来的每一天，心态健康，操作顺利。谢谢你，拜拜。